来到第二个开箱，就是我们的这个，呀，你我开箱就知道什么来的了。先把这个 slip 拔掉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 slip 还有不要，可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是用刀比较快的。安全起见，我就把那个 slip 给留着先。哎，连整个已经拆下来了哟，够力，拆下来了，然后我就顺便拆了它，不理想多了。不过这个 stick 将都要保住。成功拆下来了，这个我们就留着。但我们这个啊，其实已经不用再剪了，就只有剪刀这样啊。哇！纸袋丢掉，就是这个。哇！想它很久啊，这个。不过这个 delivery 很快，这个真的很快。我昨天前天给钱，今天就收到。我还有今天不会收到，其实今天是星期六嘛，然后应该是不能寄了，那大家寄得到来，太开心了。它的效率我真的很喜欢。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吧。没有错，就是一个 controller 啦。然后这个是 Xbox 360的 controller， 我要很久啊，超爱这个 controller 的说。然后这些就是一点的配件那些啊，有 English 繁体中文，然后韩文都有，韩文繁体中文适用于 Windows， 所以就是为了 Windows。就是我电脑怎么会有电脑在这边，就是为了这个 controller 啊。等一下我们来试一下，现在我们就开一下先。这个盒子，这个盒子没，可是我一定会保留下来，就放在旁边先。然后这个呢，整个就是一个 controller， 再加一个说明书哦。先看说明书先。好的，看看没有。哇，这样长啊！有英文的和繁体中文，还有韩文哦。就这几个，这些都是我看一下啊，大家看到吗？就是一些那些说明，还有讲安装那些啊，就这样简单。所以这个等下要安装再看吧，这个是要看的，因为 Xbox 的安装方法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是要看的。来放这一旁边，最重要的是这个。哇，还有一个 cable， 我这个是没有用的盒子。还有这个，哇，它 cable 很美，很大个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它 controller， 好听的说，又好按。太美了。然后这个他有跟我讲过，这个不要乱动，一动了就没有问题了，所以我不会去动它了，就这样啊。然后我买的是 wire 的，因为 wire 的是真的太贵了，超美的说。然后他这边还有两个，所以一直很多单，有两个，然后还有一个 trigger， 干嘛叫 trigger？
然后就是这样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这个是连接用啊。OK， 好，我们直接进入去试看啊。OK， 回到来，回到来我们 GTA 这边啊，现在我玩的是 GTA Online，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几个功能，然后这个是转来转去的给镜头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走哦，然后按 A 的话就是跑哦，然后 X 就是跳哦 ，Y 是上人家的车哦，然后 B 就是打架哦。全部都很好啊 ，function， 而且还有 shot mode 的这样，那个会震的那几个。然后这个后面这个也是打架，然后这个这是躲起来哦，然后按这这个也是没有用哦，啊，按着这个，按着这个，这个就是换武器啊这些，这样换，哦。啊、OK， 这个，然后讲 M， 讲 M， 这是电话哦，讲 M， 哦 ，M 是这个 ，M 是这个，然后这个是开枪，开枪有震的模式很爽，然后这是 M 哦。哇塞！哇，警察 ！shit！ 够力啊！有警察抓我！哦、oh ，算了，今天就是，其实我就是为了介绍这个，那个是 stop button 哦。哦，哇，不能，我换 character， 讲换了啊！不是不是，啊这个。看我去先，吓死了那些警察是吧 ？OK， 今天我就是为了介绍这个，其实我不是真正要玩 GTA5 之后会出来应该，然后就讲介绍这个很好用的，然后我喜欢就是这样啊，然后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如果我是在这边玩也是不错。Man， 这个也是不错，什么？哦，这个板凳是换视角，我不选。OK， 这样子，不要啊，这样子啊，对啊，喂喂喂喂，不要撞我，头一辆车给你看，但是按这个，这是头车，行车啊，哎呀，我要驾车，你还坐着我，踩油是这样。哦，踩油是这个哦，这很奇怪的呢，很多都不习惯。Brake 就是左边的，然后踩油是右边的，有点不习惯，没办法，都习惯了。哎，怎样关 radio？ 啊 ，OK 啊，随便啊，今天就到这边啦。OK， 喜欢我的开箱影片的话，就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啦，拜拜。先可以开一次，还没完啊。OK， 再开一次，还没完啊，再开一次，总长有1.3个米的。